Wing for Futsal, Heartbeat for Shanghai. Thank you.
Thank you.
Thank you.
号牙队投分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各位观众，场上有球员受伤，这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。当然呢，也是现在场上的球员需要各位的一些鼓励，然后我们给他一些掌声来鼓励一下他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大家。
Thank you.
巴西队请求暂停。Team Brazil requests a timeout of 1 minute.
ball, request a timeout of 1 minute. Thank you.
Thank you.
各位，经过五天的高强度的比赛，第一块金牌也是顺势产生。让我们恭喜获得2024年世界大学生足球锦标赛女子金牌的巴西队。与此同时呢，也要把掌声送给葡萄牙队。他们虽然在本场比赛略有失误，但是今天他们依然是佼佼者。好的，各位，随着比赛的进程呢，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男子组的一二名的比赛。但是，一定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在下一场比赛的时候要。